来自大自然的虫鸣鸟叫不绝于耳，悠闲漫步在整排樱花树下，时不时还有粉色花瓣从头上飘落，满满的浪漫氛围。近期台中两大高山农场种植的樱花林盛开，正式迈入樱花季。每一个樱花都展得很开放，今天心情很好。现在是12度，满树都是蕊苞，那往后走呢，是整个是粉红佳人。我们今天抢头香，空拍机升空，福寿山整座山头已经染成了淡粉色，与周遭绿色树丛强烈对比。二月中到下旬，昭和樱、富士樱率先绽放，预计下周将会是粉樱系列最美时分。粉色系列的樱花已经开了3到4成，3月份开始就是白色系列的樱花，互相尬美的还有武林农场的樱花林，满开了啊，已经算是满开了齁。所以各位，这一颗也不要错过啊，这一颗也是很漂亮。夜樱步道再打上灯光加分，美到有一秒飞到日本赏樱花的错觉。不过前几天气温下降，滑板遭受冰霜袭击，让园区小编有点心痛。它在还没有开花的时候都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花苞的一个状态，你即便是结霜不会影响它的花瓣，还好树上的花苞不受影响。而台中两大农场樱花比美，小编也在脸书上抢人气。武林农场零修图的美照一抛，粉嫩翠绿相呼应。福寿山的小编也不甘示弱，贴出美如诗画的千樱园，强调同样没修图，你来我往热络互动，分享通报高山樱花盛况。三立新闻林伟智、李建莹台中报道。